喂，站住！打你！喂，大哥，别吵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喂，别吵了，这人家家里呀、啊。不是，我说的又没错，哎，他从外边一直跟到家里，粘着不放，不是章鱼是什么呀？小天带我回家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少啰嗦！我告诉你够了啊！我看你是女的才让着你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小三不要说了，够了！我又没说错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哦，动手？我还动脚呢！喂，不要吵啊！哪里疼？好了，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哎，大娘，你来正好，你看了吧？东西全是他砸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给你打他，让！你们三个给我听清楚了，不管你们在外头什么身份。这是我的家，我说了算。你们把我家弄得乱七八糟的，谁收拾啊？大娘，不好意思，那我来收拾吧。娘啊，那这里就交给我们来收拾好了。要不你去找陶大叔喝两杯啊？来，走。你搞什么啊？我带你回来是吃饭的，不是拆房子的。是他先把我章鱼妹的。我说他像个章鱼一样缠住你，吸住就不放。你看，把自己包装的像个礼物一样。你见人送礼送章鱼的吗？啊？你，小天，二哥给你出气了，怎么样？仗义吧？我，大哥，你评评理，有弟弟这么打哥哥的吗？说句公道话呢，你啊，欠打。来，乐什么乐？东西都是你砸的，快收拾。哟，好喽，走喽，可以踏踏实实吃饭喽。你去盯着他。凭什么我去呀？我又不是养章鱼的。小三，天快要黑了，外面会有危险的，你去看一下吧。猜拳，谁输谁去。投票表决吧。什么投票啊？分明就是人多欺负人少。章鱼妹在的话，你们输定了。她有八只手呢，哼！你有完没完呢？你以为我爱跟着你啊？我怕你不回家。我回不回家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你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后走。凭什么呀？你别想再回小天家，你家在那边。你管得着吗？我还真不想管。章鱼妹，哎呀，不，章鱼妹，可以呀你，耍我，不知道我练过呀？啊！四丈折三，这样都可以啊？废话，你快别闹了，赶快回家，我还等着回家吃饭呢。本小姐就不回家。我肚子饿了。别跟着我。你怎么还跟着我呀？我跟你说，一个女孩子家半夜三更的在外边很危险。很容易她就碰上色狼了。而且这个色狼啊，她是说出来。他就出来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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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插成这样，能没事吗？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武功很高的吗？他们俩是我色狼界的前辈，这好虎架不住群狼啊！我去找大夫，坚持住！别！我这马上就死了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啊？你说，我死以后，你可千万别再缠着小天了。啊！你敢，快回家。张哲三，你放心，我爹是太师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我靠，你是赵辅松的女儿啊？不，你早说呀，我就来真的了。哦，你们，好啊，你们合起伙来耍我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想来真的是吧？得，我满足你，给你爸个面子，劫色。你，流氓，臭流氓！喂。啊。既然你知道了我的业余爱好，好，回家。干什么？碗打碎了要扫一扫。没李公公的命令，任何人出来杀无赦。我就说嘛，大哥，你呀就应该跟皇上见上一面，就把这个太医院呢交给我们小天去管啊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别碰！哎，哎呀，你们别闹了。小天，你的医术还真不是盖的，人家看好几年都看不好，你开一天药就见效了。不瞒你说，那只是最普通的开胃舒眠的药，随便拉一个草包医生都开得出来。这冷面大叔怎么那么瞎呀，连个草包都不如。不是他瞎，那是我急中生智而已。不信你一晚上不睡，来回走个十几里路回来，你能不困不饿呀？好了，皇上也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很开心，所以呢就赏了你50两，到时候你去私药库拿这个钱就可以了。哇，哎，50两加50两，这就是100两，你发了。哎，请客，走。哎，请什么客呀？这钱我要拿回去修屋顶的，不然每次下雨啊，外面大雨，里面就小雨。哎呀，我娘好久都没有穿新衣服了，我一定要买几套新衣服送给她，我一定要让她吃好穿好住好。所以啊，你快回去跟大娘说这个好消息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嗯，还有，记得把坟修一修好。坟？对呀，你不能只记得大娘，就忘记了妹妹哦。那我先走了。不，这么快就走了，再玩会儿呗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干嘛呀你？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刚才说什么坟啊？哦，小天他，他有个双胞胎妹妹。不会吧？他的妹妹啊，很早就过世了。上次我在小天家过夜的时候，我还见到
他妹妹的鬼魂呢？就是上次在湖边那回。对啊，你说不想听鬼故事，所以没讲给你听啊。那是黑天嘛，现在光天化日的，你说说说说说。啊，就是那天，我们第一次在小天家过夜的时候，我在湖边看到一个长得跟小天一模一样的女子。你不会是喜欢上小天，她妹妹了吧？这个我也说不上来啊。自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一直想起他妹妹笑的样子。你可千万不能想啊，你说你长得又帅，你又是皇上，你干嘛喜欢一鬼啊？你还是安安心心的选妃，你这个胖表妹她也不赖啊，四个字就能形容，空前绝后，屁股也挺大的，肯定能给你生一堆大胖儿子呀。 啊两情不相悦啊，不止害了我也害了他，不喜欢人家就不要耽误人家的青春了。喂喂喂，就算你不喜欢你那胖表妹，那你也不能喜欢一个鬼啊。你呀、还是好好的去选妃，选妃呢你记住两点，一是活的，二是女的，这就行了。把小天不把他那个妹妹给忘了。哎，不是你想忘就可以忘记的。那你就想点别的，转移目标，想想那胖表妹，我觉得她挺可爱的，尤其那发型，但有一点，她不能出门，一出门绝对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你先出去啊，我想冷静一下，想些事情。那我不吵你了啊，人鬼殊途，你可别乱想啊。出去出去。胖表妹啊，走，生儿子。哎，胖表妹啊。抓走了，下一个进去吧。叫你了吗？回去回去。下一个45号，找谁啊？找我娘，她叫何美丽，今天早上抓进来的。啊，何美丽呀、妨碍公务，抗旨拒捕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有没有弄错？我娘她抗什么旨啊？您帮我查一查啊。你有意见可以去申诉，别来烦我。我本来想吓你一跳的，没想到被你发现。你怎么又偷看我妹妹的画像？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刚好你妹妹出现的那天晚上，看起来她好像不是很开心，不知道为什么她心情不太好。小天，喂，怎么了？他的大概是缺零用钱，改天我烧点纸钱给他，你就别多想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天你拿银子给大娘，她一定很开心吧？表哥！表哥！表哥！表
不要再追了。好无聊啊，你陪我去玩嘛，你看人家跑得轻盈吗？啊，我不是，你怎么不跑啊？大哥刚才也没踩那大胖妞啊，你的情节不对啊。哟，大哥画的也太难看了吧。啊，这样吧，改天我画一幅送给你，怎么样？你能不能别烦我了？我想到到底用什么办法救大娘了。嗯，夏天来追我呀！官爷，先前您说是我女儿把我保出来的，她人呢？你是何美丽？是我。你能生出那种女儿？我真是佩服你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错吧？啊呀呀呀呀呀！你看看你怎么这么胖啊？怎么弄的？四件衣服，快热死我了。热不热呀？走吧。我说娘，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？收到了。你呀，写信的时候是不是哭了？哪有啊，是喝水滴到的。哭就哭了呗，我又没笑话你。回家。站住！站住！何美丽，这是你的女儿吗？是。皇上选妃，你的女儿符合征选条件，带走，快走！又啊！就是就是，你看看我女儿啊，又胖又丑，说话大舌头，你看看她那龅牙，皇上能要她吗？选不选得上，不关我的事，带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女儿，快，哎呀，别动！皇上不会要的，不会要的！快走！哎呦，这不错，送她进宫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你看看她，又胖又丑的。怎么能进宫呢？是不是？嘿嘿，少啰嗦，能进宫可是他的福气呀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官爷，您好好看看，您看看我的女儿，大龅牙，满脸是痘痘，又懒又馋又不会做事，皇上不可能要她。走了，再见啊！走走走走。就是啊，我没事就抠脚、挖鼻孔，睡觉还会磨牙、打呼噜、流口水，那我去丢人呢？对对对，哎，我们走了，再见。少啰嗦，送她进宫。啊，娘，这没道理。宫中有令，抗命者斩。放开我！哎，娘，娘，快点走，快走，快，快点，娘，快走，你们放开我，娘，快走，娘，走。孟公公好。嗯。你看什么看？再看挖你眼睛。走。好，这是皇宫还是刑场？少啰嗦，走。大哥，你这未来老婆都进宫了，你不去看一看啊？耶！哎，婚都不想结，哪来的老婆呀？这人都来了，你能不结吗？啊，这次找不到合适的，咱们下次再找。你是皇上哎，你还怕找不到中意的？
哎呀，到时候啊，有你烦的喽。后宫佳丽三千，只怕你那铁杵磨成了绣花针哦。弱水三千，朕只取一瓢。只要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这就够了。三千，你才取一瓢啊？那剩下的两千多不浪费了吗？这事儿我也帮不了你。哎呦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哦，你还是太容易满足哦。耶！禀皇上，有急事通报。什么事？地动仪上的铜球掉下来了。哎，你这个球好啊，这上面还带字儿的啊，就玩玩。哎，这可不行，这可是地动仪上的铜球。玩玩又能怎么样啊？哎哎、还给我！不要闹了，拿过来。去去，我送。立刻通知青天监，查明地震地点，让六部待命去救灾，一有灾情马上通知。是。哎，哪地震了？东南方。希望百姓没事，灾情不会太严重。幸亏我不是皇上，我不用操这个心。哎，你不去后宫看看你未来的老婆？得，你忙着，我替你去。大家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色我当，回来我告诉你他正不正啊。嘿嘿，这儿，这几天你就在这儿待着，好好学习宫中的礼仪和规矩，知道吗？去吧。哎呦，又有新人来了！新人，你好啊，有新人。我是福建来的，我是福建，福建，福建。我是云南来的，我是陕西来的呀。我是湖南来的，我是河南来的。哎呦，我这太好了，你俩。禀小姐到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反正大家也选不上，那就大家一起学习怎么做宫女吧。做宫女也可以的。喂，本公主在训话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你去哪里啊？不够，我想去拉屎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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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姐，我们是不是走到动物园里啊？怎么有猴子、猩猩啊，还有猪啊？哼！你是谁啊？教出来的丫鬟这么无礼！这位是赵太师的千金，香宁小姐。切，太
俺师傅啊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哇，太丑了吧！小天，小天，外边来了很多丑八怪，快来看！小天，小天，喂，木头人，有没有看到小天？没礼貌，不说话。你来干嘛？哇！妈妈，有妖怪！啊！妖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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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怪！来人呐！有妖怪，有妖怪！办公室里边有妖怪，有妖怪！哇！来人呐！办公室里边有妖怪！来人呐！呀！我呀！小天，不。干嘛把自己弄成这个德行啊？我是想故意扮丑点，谁知道他们就爱这样的。我严重怀疑皇上到底有没有审美观啊！小天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天，哎，他不在。什么不在啊？都有人说他在里面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嗨，他换衣服呢。他换衣服又怎么样啊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来来来，大哥，哎，我呢，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嗯，什么秘密啊？这秘密啊，一定要找个好地方说。来，这这这，这这这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啊，去看了你那些未来的老婆们了。哟，鸡皮疙瘩现在还没下去，都这么大个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老妈呀，那是故意的，那整个就是怪物图鉴嘛，一个比一个丑。你那个胖表妹在里边，那是丹顶鹤落的鸭群，那算是正的。我看你老妈摆明了就是要内定她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那个章鱼妹也来了。章鱼妹，就是整天扒着小天不放的那个。你还别说，她只要不说话，哎，这打扮起来还真挺漂亮的。不过跟小天一样，开口挂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？啊？那个，我没说什么。我跟大哥说呀，建议皇上选妃的时候呢，就选赵太师的女儿章鱼妹。哦，绝对是个明智之选啊！哎，这样我就脱离苦海了。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，大哥？那你就这么跟皇上建议啊。嗯，我求求你们了，皇上一点也不想选妃的。哎，这样你们今天想办法帮皇上脱身。对对对对啊，到时候呢皇上一定重重有赏。赏多少？哇啊，离家出走怎么样？新郎都不在还成什么亲啊？这不行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皇上翘家那等于是抛弃天下所有的百姓啊。哎，就是说嘛，啊，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那个老烟贼的宝贝丢了都闹个鸡毛鸭血的，这皇上翘家你不把整个北京城翻过来才怪。我看啊，翘家还不如出家呢，出家可以整天说哎呦妈呀，哎呦妈呀，出家，哎呦妈呀，哎呀，出家，哼，干脆学你当太监，这样不是一劳永逸了？去，要不这样吧，装疯，装疯总可以吧？哇，让皇上装疯啊！我还卖傻呢，一斤多少钱啊？那装疯不行，装病，装病总可以。哎，装病更不行了，唬不过太医的。得，这也不行，是那也不行，那就实在没辙了。那就只能祝愿皇上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了。哎，啊！干嘛？有了！皇上说，只准和天一人觐见。别放屁，我们俩一体的。你记住啊，千万不能看皇上，不能跟他对视，要不然挖眼睛，扒衣服。你看看。你只两只手，
你挡得了这儿，挡不了这儿；挡得了这儿，挡不了这儿。不过二哥可以帮你，你挡这儿，二哥帮你挡这儿。皇上是不是很吓人？你不看他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哎，我去找皇上，你不能偷看啊！扒光了，挖眼睛。光着挖，不许看，不许看。哎呦，哦，皇上小心！哎呦，小心！给！哎呦呦！哎哎哎！人家这换衣服啊，都是在大房间里有专人伺候。你这倒好，房顶上换衣服是吧？啊，没办法，我不想让小天知道，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啊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！鞋，接着。哎呦！还有一只，哎，好，你让小天知道你没有那么差。去！我总替你这么瞒着，很累的。衣服给我，衣服给我。那，耍什么大牌，让人站那么久？嘘，嘘什么嘘啊，小安。有空啊，你劝劝皇上，别养成迟到的坏毛病了。皇上驾到！快快快，皇上来了！皇上来了！快，站好，站好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那些太监干嘛挡住皇上啊？皇上可能觉得长得没我帅，他自卑。快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快！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故意要耍什么大牌的。听说你之前说朕不是一个昏君，就是个笨蛋。哼，朕还没有时间好好跟你说谢谢你的指教呢。本来呢，是觉得皇上有点昏。不过皇上懂得采纳忠言，撤换东厂，这就说明皇上并不像传说中那么昏庸。哎，那么，他是不是很笨呢？皇上心直口快，毫不做作，想啥说啥，果然是个性情中人呐。皇上，你躲什么躲？你不是，说过有办法可以让朕装病，然后别人不会发现的，是什么办法啊？皇上，我的腿有点酸，能不能站起来说？可以啊，站起来。站起来。哎呦，多谢皇上。首先。我来示范一下啊，小安，你过来。哎呀！这边会痛，另一边就不会痛，对不对？痛。其实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解释的啊，像我刚才那个样子，对着小安的耳朵啊的叫一声，于是他右耳的经脉受到了震动，就会感觉到痛，但左耳的经脉呢却是正常的，所以就不会痛了。哎，大哥来了，门口呢，来了。那我进去了，我进去。宣和天觐见，奴才遵旨。喂，皇上就在里边，但你不能见，要不然就挖眼睛，扒衣服。这样，你在这告诉我口诀，我进去给他扎啊！说吧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找对方位啊！这个方位千万不能错，不能半身不遂的啊！要找他脖子下面四寸左右啊，记得是四寸，不是三寸五寸，不然他就挂了。然后呢，就可以扎下去了。用最细的呢，现在这样啊！喂，你行不行啊？能不能行，大哥你忍着点啊！呀，最细的针什么？最细的三根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是这三根。你这血太多，我有点晕，等会儿啊。呀！鹿茸，鹿茸，苍苍苍苍。
门派。喂喂喂喂喂，愿赌服输也是把我们当兄弟呢，就要喝喝喝喝喝。算了算了，先欠着，下次再喝。欠什么欠啊？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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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灌他，灌他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哪里跑？别跑！算了算了算了，站住！我是怕等会儿你们输了没酒喝。嗯，好，那我喝。嗯，恭喜皇上成功装病。哇，好喝！太后有旨，宣和天觐见。这个简单，要么继续装病，小天人头落地；要么你就去告诉皇上，让他快点娶亲，二选一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要为难，吉林还缺吉林人，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你别问，反正我一定能够搞定。摔了。左右左，左手，好，对，都来回指啊，哎，漂亮漂亮，非常好。左右，你左，你的手高一点，来，抬高一点，别晃来晃去的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慢着点，来，对，慢着点，左，你右。回来啦！孟公公，不知您有何贵干，这次又要我去帮谁看病了？哼哼，你小子日子过得挺清闲，上班时间还敢出去玩，我还想找几个人抓你回来打断你的腿。站住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倒茶，不好好招待你，我怕过会儿又要打断我什么地方。你怎么不穿鞋呀？现在这时辰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穿着鞋走路会妨碍脚的浊气排泄，而且赤脚可以吸收地气，有益健康。别跟我废话，拿巴豆来。要多少巴豆？有多少要多少。全部都要？一下子吃那么多，连大象都会拉到虚脱的。怀疑？我，孟公公，我马上就去拿。没有拉不死，教训一下那个章鱼妹也挺痛快的嘛。哎呀，你不要老是幸灾乐祸的，认识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够倒霉的，不肯帮忙还说风凉话。这么年轻就认识我是你的福气，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？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了，他从小娘不在爹不疼，所以才会那么凶，其实他只是希望别人多关心他一点。哎，你干嘛帮他说话呀？你是不是男生办得太久了，性向不明，喜欢上他了吧？对呀，我就是喜欢女的，怎么样？喂喂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，你这样做违背大自然定律，女生吧应该喜欢我这种长得有点小坏，帅得非常具体的浪子啊。想要我喜欢你是吧？那你去把自己阉了吧。阉了你就喜欢？那可是你唯一的机会。哎，那先成亲，洞房之后再阉行不行啊？要不阉一半吧啊。
太后驾到！太后的国母一个个美若天仙呐，哦呦，可爱呀！尊见他，高耸凌云，像汤墨似的。哎呦，秀芝呢？小巧玲珑，来上来。三姐，你看这雀斑怎么长的？长得好对称呢、您看这壮得跟牛似的，您看多好！哎呦，很有安全感。好好好。哎呦，你看长得，你看这小脸。您瞧瞧这个。这个我认得的。哎呦，就属他最有个性了。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。哎呦，这牙怎么长的？长得好，长得好啊！好好好好啊！我瞧瞧这个，好好好。你想谁呢？你还不给太后请安？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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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免礼了免礼了。茶，来，请用茶。还不谢谢太后赐茶啦？谢谢太后赐茶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啊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换一张。喝呀，快喝呀！太后，请问这是什么茶？你喝就是了，这茶呀，你八辈子都没喝过。爹，你可真是不孝啊！这么好的茶你没喝到就走了，这我怎么忍心一个人独享啊？娘，我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。这，你倒是赶紧喝呀，快点儿。别找啊！干啥？这么贵的茶倒了干啥？阿姐，来，给你，这。不会死的，不过以后别乱吃东西，这白色的餐后服用，红色的拉了就用。借过，不借过又怎么样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哎，这样多好多方便啊，聪明吧？你随你怎么方便，只要别跟着我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你以为你是皇上啊？我爱跟谁就跟谁。李公公，您刚刚扔进去的是什么呀？别问了，一个女孩子家你问这个不臊腾吗？不过你吃了以后肯定对你有好处啊。咋了李公公？不行吧，我表哥他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咱们要是放这个会不会影响他的健康啊？你表哥啊，我看什么病都没有，
顶多也就是个阴阳失调。你是阴，他是阳，你把你的阴给了他的阳，这么一折腾，他就没病了啊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听着，我现在该做的都给你做了，剩下的那就看你。该有什么跟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办吧。都放进去呗。哎呀，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！哇！哎呦，憋死了，憋死了！喂，你干嘛？我急呀，我！哎呦，我比你还急呀！别急，一起吧，一起吧！我现在更急了。那表哥，我来。表妹来了啊！快点想办法，快点！表哥。哎，你个死太监，站那么高干嘛？你扭来扭去的在干嘛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见到我表哥？没有，确定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看到我表哥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，听到吗？如果你不告诉我，你就惨了。我就要告诉李公公，告诉李公公，你这个小太监在偷懒，每天都不好好干活，罚你站在宫门口，不许吃饭，不许睡觉，还要刷马桶，刷完这个刷那个，要刷好多好多的马桶，你又臭死了。而且你有小秘密都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太后特别特别的宠我，所以到时候你要是不告诉我，你就惨了，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会找你。嘘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你赢了。哇。他是不是走了？他憋不住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再喝再喝再喝，大口大口，大口大口的喝嘛！来来来，好不好喝？好不好喝？不要浪费了，我看你都吐出来了，快喝嘛！表哥，大口喝，再喝一点。哦呦，还有一勺啊！再喝一点，喝嘛！来嘛，来来来。哎呦，够了，表妹，够了，够了，表妹，给你擦。好了，表哥，先看奏折了。不要，表哥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很热呀？热，热，发自内心的感觉，热，是不是觉得有点热啊？是有一点热了，热了，热了，表哥，我最近学了一个舞蹈，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。啊，不不不不。这里是医护站，你以为是度假村呢？可是我至少是个客人吧，应该泡杯茶给我喝呀。外面水缸有水，你不用客气啊。哦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就是为了见你一面才进宫参加选妃的，现在还扮成一个死太监，你说话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？你傻不傻啊？你那边一大堆恐龙，万一皇上看上你了，真的选你当皇后呢？这个太好办了，我只要故意出纰漏给皇上太后看，我让他们把我赶出去不就好了？你别胡闹，你那边啊刚刚有人被下了药，现在拉的连茅坑都快要满出来了。听说那杯茶原本是给你喝的。那又怎样，谁要是敢害我，我就加倍的整回来。你尽量小心一点吧，多注意一下。我去做事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人家难得进宫，好多好玩的地方都没去呢，你陪我玩吧。哎呀，别动了，你陪我去玩嘛。何天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再不陪我玩，我就一把火把这医护站给烧了。
两哥，热不热？好热。那我们脱衣服吧。被人追啊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烫啊？啊，心跳那么快，脉象也很乱呢。跟我来。不是，不是大哥，你呢？去冲个凉，凉水里泡一会儿就会舒服了。大哥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看起来好像你妹妹啊，双胞胎当然很像了。小天，大哥，你醒醒！小天，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好不一样。蓉儿，不管一样不一样，你也不可以这样子乱来啊！我觉得你好像一个女孩啊。你现在神志有点不清，我建议你马上跳下去冷静一下。你好不一样啊！哎呀，住手啊！不管一样不一样，你不可以这样子乱来的。我觉得你好像个女孩啊！你现在神志有点不清，我建议你马上跳下去冷静一下。兄弟。12。我不问清楚，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清醒啊？你念段绕口令，我听听。粉笔灰会飞，吸酒肺会黑。你看，我真的醒了，放了我吧啊！不行。哎呦，那个，我是被人下药的。我喜欢的是女人，绝对不会喜欢男人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的吗？来，这这这，哎呀，男人喜欢女人是定律，男人不会喜欢男人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你赶快把我放了吧，啊？那你保证下次不会再犯了，听到没？你先把我放了！哎呀，喂，小天，救命啊！
小天，哟，大哥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长痔疮了吧？你是骆驼，喝一次水顶一个月。小三，我有件事情想搞清楚啊。你不会真得痔疮了吧？哎呀，不是啊。你看着我，哎，那个用你的深情的眼神看着我。哎呀，再深情一点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嘴巴嘟出来。你不会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吧？你玩这个找错人了，你应该找李宝川啊！来来，我替你叫他去啊！不不，宝川大爷接客啦！不对啊，他也是个男的，不可能是女的。喂，这有什么可看的啊？哎，哥哥，这有真的，你看不看啊？嘿嘿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那你给二哥乐一个怎么样啊？不乐是吧？得嘞，二哥给你乐一个啊。嘿嘿。不，你今天怎么了？通常这个时候你都应该动手打我的呀。大哥，那个小三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事情想跟小天聊一聊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呗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我有什么不能听的呀？这个，叫你出去就出去，别啰嗦。得嘞。好样的，啊。没关系的，大哥，每个人都会有点特殊嗜好，我会保密的。其实那天是因为那个，那天是因为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大哥，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走走？好啊。哎，大福，大福，大福。大福去哪儿了？大哥，我刚才看见他们家大福跑出来了。大福，大福，喂，喂！哎呀，我听说这里种了很多奇花异草，很适合做那个做药引啊。哎，哎，哎。说的草药啊，如
果能够看到《本草品会精要》，那就好了，上面什么草药图都有。要不然，就算走遍天下，也有不认识的药。好啊，我晚点帮你问问，有机会我陪你一起看啊。皇上，皇上。修大人，修大人，请天仙见证求见。哦，那我有事情要先去忙了，晚点来找你啊。晚点。小天。大哥，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情啊？你上次不是说要找一套书吗？对，叫《本草品会精要》，你知道在哪儿啊？有个地方，可能会有你想要找的书。哦，哎，跟我来，走。要是把这儿的书都叠起来，大概都能碰到天宫了。这里收藏了历代经史子集所有的藏书，如果连这里都找不到的话，那应该没有了。哦，这儿那么多书，怎么找啊？照着索引找就行了。本草品会精要，本五化，哎，有了，就在庚子区。大哥，你在看什么？没看什么，庚子区在那边。在这儿。没有啊，我爬上去看看。哎呀，既然是空的，就不用爬了吧。小天，不用爬了，我让人帮你找就好了。你在上面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曲池。哦，走吧。那个。走吧。那个，那两个字应该是有人故意把它刻上去的，应该跟《本草品会精要》有关系的。应该是的，可是这是一套医药图鉴，应该跟学问没有太大关系吧。曲池会不会有别的含义啊？曲是弯曲的意思，池表示有水聚集。哎，大哥，那宫里有没有什么地方叫做曲池的，或者跟曲池有关系的？哦，我会帮你问问。这么大一套书，没有理由不见呢。多谢大哥帮我。最近二哥去哪儿了？好几天都没有见到他了。哦，皇上派他去灾区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啊？最近啊，后宫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有人要害赵湘宁。啊？皇后呢，有机会接触到西洋使节，所以这西方的礼仪呀，是选妃的必修课。好，开始用餐。怎么了？
你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你害怕宫里的食物有毒吗？那难说。皇宫这么大的地方，从厨房到这儿，说不定还要坐马车。天气又那么热，万一东西馊了也说不准呢。哼，宫里的东西怎么会馊呢？快吃。又不是没馊过。上次不就是有人喝了茶拉肚子，别人拉肚子拉了也就算了，我肠胃功能不好，拉肚子可能会死掉。就是，真没规矩啊你！你的针借我用一下吧。你这没规矩的，你没有毒。关于跑肚拉稀的事情，咱家自会处理。要是让我发现哪个崽子在背后耍阴招，我割了他的脑袋！大家好好吃饭，美味佳肴啊！尽管用餐，好好吃。李公公慢走。吃的东西有问题，干嘛不检查厨房去啊？就是到我们房间里来检查什么？我们又不是煮菜的。就是。这是你的床位吗？是哦。这是什么呀？是巴豆。这个不是我的。在你的床上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吗？我床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个，你刚检查过我的床，搞不好是你最脏。哼，来人呐，抓起来。是。进宫的时候都查过了，我怎么可能带巴豆啊？这一定是宫里本来就有的，后宫不是有个医护站，巴豆搞不好从那边过来的。还有证据都找到了，你还想抵赖？封嘴。放开他。李公公，那杯被下了巴豆的茶和甜心本来是要倒掉的，你也看到了，是那个倒霉鬼自己要抢过来喝的。如果何天心真的要害人的话，他干嘛这么做？哼，倒霉，做人要讲道理，你胡乱抓人，摆明了就是想最终。谁敢动手，我去跟我爹说。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别说你了，就是你爹赵太师来的这个地方，也得听咱家的吆喝。哼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李公公。我想不管在哪儿，这道理总是不会变的吧。你爹呢，治理天下立政还可以，怎么他把自家的丫头片子调理得这么没有章法呀？小孟子，把他们。李公公，什么事儿？大惊小怪的。皇上有请。皇上有请。那就去看看吧。哎，多事了，小事儿。快点，快点走啊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拿东西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跟着走。那你干嘛偏要找我去呢？我可就喜欢你呀！快跟上。动了没有啊？这儿就到了。你干嘛啊你？不要这样！
小天，小妞吗？没把她捅死吧？别逗了，快回去。何天心，何天心去哪儿了？何天心去哪儿了？不是吩咐过你们吗？不许在宫里乱跑，万一惊动了太后皇上，那是要挨刀子的，知道吗？李公公，孟公公，早上好。李公公一大早就吃甜食，这样身体不健康哦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昨晚啊，有个女的被烧伤，好像叫何天熙什么的，现在在我医护站，听说她是来参加选妃的，我得来确认一下。咋了，公公您看。李公公请。何天心，李公公和孟公公来看你了。这人怎么了？太惨了，烧得跟羊肉串一样，话都叫不出来了。这条命还能救吗？一般来说是救不了了。但是，我这里有个药，专治烧伤的，不止伤口好得快，长出来的皮肤呢，又光滑又白嫩。我已经帮他上了药了，五天之内活蹦乱跳。好啊，那你就把它给我好好的治。在。走啊。快点，憋死我了！哇，演得不错。我真的没想到他还活着，没想到那天我放这么大的火，还没把他给烧死。干爹，这事儿你看。打住！现在他绑得像个粽子似的，你要再不把他给我弄死，赶明你见我的时候就别带着脑袋来了。有意思。